当喜剧演员。嗯。来了啊。Action。有多久没见你？这一般，这一般是在 KTV 路过那种两三点钟的时候，对，大家喝的差不多了，喝醉的版本。哎，倒也不是，啊，倒也不是，倒我倒还听出了一种内心的那种纠结，这真假没见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听出了崔健在包厢的感觉，摇滚范儿有吗？有，我觉得就像有，因为感觉就是像喝醉了，然后。